其实我看了影片，重复了看了大概三四遍，确实我们把这边遮起来之后，有像，眼神有像。其实我看了影片之后，我就是重复了看了大概三四遍，确实我们把这边遮起来之后，有像，眼神有像，真的有像。哦，他很依耶，天哪！我觉得我跟他一起，我应该昏倒。他太强了，我觉得我应该招架不住他。有，其实收获蛮多，就是最明显的是机场接机那一趴，还有就是我一觉醒来，我的粉丝大增，我天哪，怎么回事？对，这真的应该有，至今应该有4-5万了吧？有至今到就是增加到这么多，就是真的是谢谢各位粉丝，也最感谢教练让我做自己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因为我们运动员的生涯很短，那我们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奥运结束之后就是重新归零，我们为下一次比赛做准备这样。那虽然说造成一些困扰，但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，但很期待也很开心能够跟自己的偶像，就是我是偶像这样子，跟自己的偶像这样子拍照，他们也很开心，那我们也当然是非常光荣了。